向那地方走一下，那个螃蟹跑不掉。哎，不要让它夹了，你看它这个钳子，这种螃蟹肉不多，刺骨头真多，不用担心。首先算了，不带，收拾一下回去。晚上的潮水涨得很快，它降得低，它也涨得快。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收获，我今晚上的偷袭，哎，没白费。这个螃蟹别跑，我打点水啊。晚上看的不是很清楚，这条猫鲨应该有个一斤，你看，哦，这条石雕，它会叫。不叫，它不影响。晚上的鱼都比较温顺，三条。